讲我的信主。刚才讲过，抗日战争就是1945年日本投降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也是1946年回到福州。回到福州以后，刚刚好刚才讲过，许多弟兄姐妹那个时候都回来，所以就在福州城里金门路买了一间房子，后来把这房子拆了，盖个聚会厅，就那个地方。但是现在你们去看看不见了，因为整个房子拆迁，变成居民的房子了。但是最早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宛在的弟弟王卫山、李长寿，包括李树生弟兄，都在那里讲道过。那么是感谢主，我是神给我安排，我一个哥哥比我大17岁，他呢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在福建仙游工作，福建一个仙游县。那么仙游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是很强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蒙恩，抗战胜利他也回到福州来了，我也回来，所以他就带我信主。所以我就从回到福州以后，就是我哥带我就在金门路聚会处去。后来1947年李弟兄出来工作。那么李弟兄本来在上海，大概是1943年从上海回来到福州。那是前几年我跟弟兄们一起到古岭去的时候，就古岭一个弟兄，他就把那个古岭李弟兄买的房子那个产权证都拿出来帮大家看。他最早一本产权证就是1943年。所以弟兄感谢主，李弟兄受这么多的对付，他从上海回来，他没有让福州弟兄姐妹一个人知道，他自己就躲在他的老家海光巷，他的房子很大，就在里头，没有人知道他在福州。但是他里头清楚了，从回到福州以后，他清楚神叫他服侍许多的童工的地方在福州。所以你看见他写的传记，他就说他早年在抗战以前已经在上海真如买了10几亩的地，是不是？这是他传记里头他自己写的。但是呢，在813淞沪战争的时候，日本军队跟中国一打起来，就先把他买的房子给打掉了。起先谁都不了解，本来应该说这个房子主会保守才对呀，但是主说先打掉，所以他就知道这个地方他是买的房子，是准备在那边开一个童工培训班，他的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实在是荣耀，你买10几亩的地你做什么？你不是买这样子一间两间房子啊，是不是？你买2-3亩的地已经了不起了，也有住处，也有讲堂，什么都有，你买10几亩你干什么？那你就是准备大干一场了，是不是？将来如果在这里要开一个大的一个什么圣经班或者什么，所以他的心也是很大，所以起心一下子就买那个地方。主说打掉就打掉了。后来人毕竟他还不甘心，他想在这个地方会打仗，到租界去。租界是外国人的，我到租界去，那个房子当然都很贵，买不起，租。我到租界去租房子，如果在这里再办这个学习班，盼望能够得到保护，后来也不行。所以最终连他这个人都被人从上海赶回福州来。但他一回到福州，只要你能顺服，神就马上让你看见服侍的地方在这里。
因为他的爸爸是海关工作人员，海关里头的人，外国的人许多呢，夏天就到谷岭去避暑，以前很穷啊，是不是？连电风扇都没有啊，每个人夏天就拿一把扇子，就这么过日子。但是谷岭那个地方呢，夏天连扇子都不用，晚上还要盖棉被呀。所以他知道了，这个地方夏天适宜在这里学习，在这里有同工的聚会，并且弟兄姐妹更感谢主。会到谷岭去买房子的那是谁呢？外国人，中国的做官的，中国非常有钱的，还是思想很洋化的，这些人谁卖房子？他不会卖房子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觉很稀奇。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。福州两次沦陷，我都在福州。后来到了1943、44，离开福州，到跟着学校到永泰去。起先第一次福州沦陷还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大战，那日本人呢欺负中国人，不敢欺负许多英国人啊、美国人，许多外侨，所以不敢动他。到后来这些国家也参加战争了，世界大战发生了，所以日本人就欺负这些外国人，以前让你很舒服，现在抓你叫你去劳动。所以这个时候许多外国人赶快跑走，跑走怎么办？谷岭的房子赶快卖。就是这个机会，李弟兄回来买了几个房子。所以你看这许多事情就都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这次你们去过谷岭呢？去过了。李弟兄住的那个房子，那个李家，是不是以前都是外国人的房子？所以感谢主。那么我在我哥哥带领底下，我是1947年信主，46年回来听见福音，47年信主。1947年信主的，后来就跟他讲过，李长寿到福州来工作，所以他在福州他传福音，他讲道，我都在。那么后来他在这里带领福州教会怎么开始聚会，怎么样聚会。所以第一次金满路聚会是1948年3月，那我是那个时候受浸的。48年3月份，对，第一次受浸。是第一次受浸礼拜六下午受浸，晚上也祷告。李弟兄开始就是按照圣经的教训给这些新受浸的弟兄按手祷告，所以刚好也感谢主。那次晚上不是我也刚刚受浸吗？所以也在，所以那天晚上也参加这个按手祷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应该讲，因为是跟着我的哥哥跟几个年长的弟兄们在一起，对着李托生的名字啊，早就听见得很熟了。但最早大家不知道他也在福州，他又在他家里，还有在谷岭盖房子啊，预备聚会的地方啊。到后来，大家才知道哦，原来李托生也在福州，所以有许多人老弟兄老姐妹就去找他，就去见面。那么在福州附近几个教会，许多带领的人，后来慢慢的跟他有来往。所以当1947年下半年李长寿到福州以后，那么他当然他到李托生弟兄那边去跟李弟兄有来往。那是后来我们这些一般的弟兄姐妹知道了，大家就是要求我们负责弟兄说，你去把李弟兄请来
讲道讲一次给我们听嘛，大家就是谢幕啊，是感谢主，你弟兄也来一次，也就是在金门路聚会处。但是那一天他来呢，他没有站在讲台上，他站在讲台底下，在右边站的，因为那边晚上人不多，因为通知的人也不多，所以我那天晚上我知道了，我就跑去，所以也听他在那边讲道讲一次。以后就是我受浸，1948年3月份受浸，受浸那天晚上，你弟兄也参加祷告，按手祷告。怎么知道的呢？我那个时候，大家头都低在那里，哪里去东张西望呢？后来是我们这边一位负责弟兄，他写一本书，他这边就讲到这1948年你弟兄恢复知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会的情形。他就讲到那天晚上的祷告聚会，李托生弟兄在。后来他都没来了，再不久就到上海去了。他一到上海就很忙了，就不可能再回福州再工作。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看见他，以后他在上海到五二年就被捕了。